哎妈，哎，我看一会儿电视呗。妈，我就看一个小时。看吧，看吧。谢妈。三金斗云，不，你不会伤着。哎妈，我看这个。伤倒没伤着，只是行啊，都可以。我师傅难过火焰山呢。大圣。哎，你信号不太好。大姐，看这个了啊。有急事吗？对，你上次跟我提过的梦溪笔谈，我在书店没有找到。可我那天好像在院子里有听你念来着。哦，对，因为你提过，我都记着。后来我去图书馆也进来看了一下，做了一些笔记，确实挺有趣的。所以想问问，你家有没有，方便借我？我有啊，你现在要吗？看你方便，如果方便的话，没什么不方便的。这样，你先回去，我去找找，明天拿给你。好，好。那还有其他事儿吗？没事儿，那你早点睡吧。我就想跟你啊，好好的，咱们心平气和的商量商量，看这件事怎么办。你一回来就跟我说什么，那副局长又跟你说什么了？现在是关键的时候，我们的行为做事要谨慎，有失必有得，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你满脑子都是我没说，等会儿，想着等会儿还是你讲不讲理呀？你哎，这个是咱们结婚时候买的，有纪念意义。你还打起来没？万一完了你！我砸你怎么着？我就是砸你！赵芳芳同志，你还没完了？不过了！你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离婚！芳芳，你现在说出这样的话，你让我怎么办？爸，妈。你们这是干嘛呀？什么离婚啊？爸妈说事儿呢，没说那什么。没事，回屋吧。爸，您还想瞒着我？我都听见了。你们什么时候这么吵过架呀？爸妈没吵架。是因为我妈怀孕的事儿，是不是？爸，这件事儿不怪你妈，都怪我。爸爸现在要做的就是照顾好你和妈妈，不管家里发生了什么事儿，爸爸都要挡在前面去解决它。可有的事情，也是爸爸力所不能及的。芳芳，刚才我说的那些，你都别往心里去。我现在在这儿，只会让你妈生气。
你好，陆叔叔。那个这么晚还去应酬啊？转转啊，转转。行，那您先忙着。好，我也四处转转。妈，你别哭了。妈，爸刚才也说了，您现在的身体不能着急，您别这样了，好不好？别提他了，您这样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妈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您不会真的跟我爸离婚吧？傻孩子，妈有你这个女儿，怎么会跟你爸离婚呢？我在说气话。妈，妈您别伤心了。这事儿啊，我站您这边，这世界上也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事儿吧？好的。陆伟啊，我有点头痛，你先回你屋休息吧。嗯，去。那你赶紧睡吧。别太想了啊！哎哎，你别走别走别走，我要跟你开玩笑的。哎，我逗你呢。呀，不是，我真是跟你开玩笑的，我没想到你能，是不是谁欺负你了？啊？哎，如果谁欺负你跟我说呀，我给你出头。我跟你说不上。我怎么跟我说不上？你跟我说我打他，我怎么走了这就？哎。阿姨，哎，不好意思打扰了，小敏在吗？啊，在楼上呢。怎么那么晚到我们家来？你们家没事吧？没。哎，姑。哎，豹子，你怎么也来了？我找高明有点事儿。啊，他们俩都在楼上呢。好，啊，上去吧。哎，陆伟，有什么话跟小敏好好聊聊啊。嗯，谢谢阿姨。去吧。哎，姑，我把车停那儿了啊。哎，你干嘛跟踪我？没有啊。你还跟？我找高兴，你忙吧啊。晚上怎么不能来？我看你有没有好好学习。这什么呀？啊，麻烦你布置任务。哎呀，你真把它当回事儿啊？沉浸在知识的海洋里吸取营养的这种快乐，你一时半会儿是不会了解的。我不了解。哎，你大晚上来我家干什么呀？你不会是想管我借家庭作业吧？
我告诉你，我可收费的。家庭作业，家庭作业真不至于让我这么着急。那你来干什么？我是觉得吧，可能啊，也许。哎呀，没有人，你快点。我是觉得卢伟家有可能出了点问题，正跟你姐谈心呢。那这关你什么事儿啊？你这人这么没有同情心、爱心呢？啊，你没看见我跟他来的时候眼睛都红了？你这真受委屈，怎么弄？哎呦！你这么看着我什么意思？怎么又是他呀？我长这么大，我爸我妈从来就没吵过架，第一次吵架就吵这么凶。怎么会呢？叔叔阿姨不是一直挺好的吗？你没看见，我妈急着都摔东西了。她还说，说要跟我爸离婚。离婚？阿姨肯定是气话。我知道是气话。可你说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连我爸都没有办法，他们急，我能不跟着着急吗？到底什么事儿？你，其实。我已经憋了半天了，本来吃完饭就想来找你来着，但是我不知道这件事儿该不该说。不是阿姨生了什么病吧？不是病，我跟你说，你千万别跟别人说啊。是我妈她怀孕了，我爸今天晚上单位有事儿。吃晚饭的时候，我妈跟我说的，他们俩都去医院检查过了。我妈说我也大了，这种事儿不该瞒着我。我的天，难怪你这个不乱说呀。当然呀，我跟你说，嘘，你妈有高兴的时候，你怎么想的？我哪知道啊，当时我多小啊，而且我这跟你也不一样。也是，我妈还给我看了她在医院拍的 B 超，都能看出来了，就这么大点儿，好像有两个多月了吧。医生还和我爸妈说，都能看见小家伙的心跳了。小敏，其实我妈怀孕这事儿，我也挺矛盾的。我觉得这样啊，殿下，我们小孩呢有我们小孩自己的生活，有时候有些事情我们会越帮越忙，这些事情也是我们决定不了的，对吧？我们只要做好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，比如你可以最近安慰一下阿姨，多陪陪她。我会去多陪他，多照顾他，能学着做的我也都学着做。这段时间叔叔肯定也不舒服，你就尽量不要让他们俩再吵架就行。嗯，我也回去劝劝我爸，让他们俩都和和气气的。这就是我们能做的事情。哎，别愁眉苦脸的了，还好有你跟我说这些，要不然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至少我现在还知道能为他俩做点什么，不能再想着自己了，是吧？我还是挺聪明的啊，你多跟我学习学习。行，多跟小敏学啊，啊，大大咧咧的啊。怪不得大家都说跟你在一起心里踏实呢，这些事儿上真是比我懂事多了。哎呀，没有呀，那我还懂事儿，学人家，你能不能开心点儿？把你的心，我的心穿一穿，来来来来来，我的发型，把你的心，我的心，来啦，好啦，嗯，开心点哈，别想那么多了，啊。
哎，你没事吧？你想什么呢？都怪你，你让我在这儿听你，听到不该听到了吧？不是，你想关心人家，我给你创造条件，你还这样？我跟你说，我最烦的就是这种情况，就是那种心理，你知道，就你想去关心，但是你关心不上。我说的是，芦苇从小没有这个兄弟姐妹，会不会觉得挺孤单？那我哪知道啊？反正吧，我是跟我姐从小打到大，要是没有她的话，我可能还真不太适应。还是的呀，所以说，她从小确实挺孤单。哎，行了，不，芦苇姐不是还有我姐呢吗？再说那么安慰她，她今天晚上应该也没什么事儿。你别说，你姐有时候还真是挺管事儿，跟你确实不太一样。这，你没有听见他们刚才说的吗？你真不用我送你回去啊？不用，别让叔叔阿姨也跟着我一块担心，我一个人没事儿，也该冷静想想。好吧，有啥事儿随时跟我说啊。放心吧，回来。我也走了啊。天晚了，我得，懂了吧？啊。为什么红卡？你不能侮辱偶像。河山飘沫云中。我跟高兴聊完，这是回家呢。哎，又怎么了？我该碰见卢叔叔了。他去哪儿了？他。我就打了个招呼就走了。啊。哎。您在这儿呢，这么晚了，你怎么出来了？是您，这么晚还不回家？您不是早戒烟了吗？不抽了，不抽了。知道您心烦，刚才不该那样和您讲话。没关系，其实爸主要是担心你妈妈的身体。对不起啊，让你看见爸爸妈妈吵架了。爸刚才伤你妈的心了，是爸说话的方式不对。我当然知道，您最心疼是妈妈的身体，所以您一个人在这儿老不回家，我跟妈妈也会担心，不是吗？我们先回家，找机会再跟妈妈好好沟通，好不好？怎么了？女儿长大了，那我们回家吧。走，咱们回。爸，烟可不许抽了啊！听女儿的，再也不抽了。走。怎么这么早啊？啊，老婆早。
我跟我爸起大早，今天好好给你弄顿早饭。我今天啊，会好好给你熬个小米粥。你看，我不仅加了大枣，还加了南瓜呢。听说对身体特别好。你看这颜色不错吧？我可是调好闹钟起了一大早呢。不过呀，我爸起得更早，脸都没洗就去菜市场了，又是买鸡蛋，又是买蔬菜午餐肉的。您都不知道，说是要好好给您加强点营养。爸，快来坐。坐。妈，这鸡蛋羹也是我爸给的。这次啊，应该不咸，我盐啊没有多放。啊，还有这个，我爸说是跟着食堂师傅学着做的三明治，有菜有肉还有煎蛋呢。我爸怕您吃着不方便，还特意给切开了。您都不知道，可花功夫了。就是啊，刀工比较差，切的有大有小。好了，你们快吃吧。老婆你当心啊，那个烫。快尝尝。好喝吗？好喝。哎，老婆。我知道了，一样一样吃，好吧？啊。你们快吃啊！好，一会儿都凉了。爸，你快吃吧。好。老婆。昨天惹你生气了，你别往心里去啊，是我话没说好，你是知道的。在我心目中，你和女儿永远是排第一位的。我昨天晚上一个人在沙发上反省了一宿，我弄得你着急上火呢，我这心里啊也不是滋味。芳芳，现在啊，女儿也在，我们一家三口好好的，你什么都不要管，你只要照顾好你自己的身体就行了，好吗？还有，家务事你也都不用操心了，这一日三餐我负责。爸，还有我呢，我也能帮忙。好，那咱们俩啊，就像今天这样，让你妈每天都能吃上热乎，好吗？没问题。妈，你看。我爸和我多心疼您，总算看见您笑了。哎，老婆，那个我知道你不爱吃大枣的皮儿，我帮你把皮儿给剥了，再把核处理一下。哎，行了行了，不用那么麻烦。我知道你心细，赶快吃吧，那么早就起来了，也都饿了。只要老婆不饿，我就不饿了。对老婆心细一点是应该的。你。有点腻。什么？我说这粥糖放多了，甜。甜吗？哎，玉来，玉来，哎呦。谁说大哥？你就说说巧不巧，都这个点了还能碰上。对对，哎，您这是也是回家给孩子做饭是吧？是啊，航海啊，这不又回队里了吗？就我们家航生啊，我说他还是有点偏执，就他一个人啊就能饿一天，一顿饭都不吃，我得回来给他做饭。你们家航生啊，是把精力都用在学习上了。说的是啊，这再过几个月呀就要高考了。高考的事啊你可不用操心，倒是我们家那两个，哎呀，我不想让他在家里整天啊吃这个剩饭，特意赶回来给他们做一点。哎，对了，其实你没必要跑回来，你说这个航生完全可以到我那去吃一口嘛。啊，不行不行，这平时还少麻烦您家了。哎呀，你倒是也好，航海呀，过几天就能回来休假了，有他哥哥照顾他，比我强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哎，你单车呢？我没骑，这不是厂子里发了月票吗？我可以坐公交车，来回还可以走两步。最主要的是啊，我琢磨着把那车子不行就换两个钱儿，这不是开人家大民的钱吗？哎，
说他大民子，他最近咋的了？没怎么。是这么回事，就这两天呐，他到我家来了一趟啊，开门见山，把我当初啊在他那入股的本金都还给我了，一分不少。啊，这当初是大民子让咱们在他那入股啊。对啊，以股份所有制的经营方式做生意，这不挺好的吗？对呀，我看出来了，他是想提前呢把这些本金都还给各家。那我就奇怪了，他会不会在生意上啊遇到了什么麻烦，有难言之隐？我可跟他表示了啊，我说呀，咱们都是老街坊，我那点钱根本算不得什么，我根本就不急用。老支书啊，您这事儿做得太好了，可是他把本金都还给你们了，这事儿我还真是不知道。你这样啊，我回头呢，我跟我媳妇儿啊问一问，让她去了解了解。等我得到了消息以后呢，我再告诉你啊。太好了，自家人呐，老街坊最重要。钱是小事情，别回头啊，他遇到了什么麻烦又不好意思跟咱们说。对对对，您说的太对了。你这样，我了解情况以后，我再跟您说啊。那行，那我回去做饭去了。啊，好嘞，好嘞，好嘞，好，运来啊。哎，好好，我爸可交代了任务的，让我照顾好您。我在这儿啊，方便您随时吩咐啊。您这是要出去吗？哎呀，请了几天假，也不能总待在家里呀，想出去活动活动。那我必须护驾呀，陪着您走。太好了。妈，有没有什么想吃的？一会儿我让小敏陪我去市场给您买。哎呀，不要了，买什么呀？妈，您怎么了？哎呀，有点不舒服啊。对呀，哎，没事吧？快抱给我。哎呀，怎么了？疼吗？这儿？对对。啊？哎呀，没事吧，妈？哎，要不我们先回家吧？啊？等一下。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这怎么了？慢点走。哎呀，走吧走吧，慢点啊，慢慢走。小敏啊，把锅里饭端过来。啊。你说是高兴啊，真是邪了门了，每天吃饭都得等他，这跑哪儿去了又？每天都得叫个三遍五遍的才能回来，哎呀，真是。爸，爸不好了，陆颖妈在路边晕倒了。怎么了？不知道，反正挺严重，现在正往医院送呢。哎，高兴不？小敏啊，快，别弄了，咱们去医院。高兴，去你舅家给你妈打个电话啊。走，快别弄了，别弄了。好。哎妈，这都一个多小时了，这咋还不出来呀？你说。爸爸一定没事的，一定没事的。刚才医生不是说了吗？我们还算送得及时。咱们就相信医生，耐心等待吧。哎，来了，护士来了。
伦家属在哪？啊，就是我就是。手术很成功，大人没事，放心吧。谢谢谢谢，好，谢谢医生。不客气。你看，老婆，我说不会有事儿吧？你净跟着瞎担心。现在这医学啊，那技术很好，只要啊芳芳没事就好。是是，没事就好。你别有事儿。你看给孩子急的。没事啊，没事没事。情绪不咋好，我们也不敢问，不敢提的。这没事没事，大夫说没什么大碍，只要人没事就行。但是那脸色不太好看。啊，老书记啊，你们几个也辛苦了，要不你们先回去，这我陪着。可是这儿也行，反正也用不了这么多人，那我们就回去。然后有什么事需要我们，你就打电话，我们马上过来，好吧，姐？嗯，啊。就是要陪个月啥五的，你就吱声啊！哎，放心吧，你辛苦了啊！老书记，我们先走了啊！姐姐辛苦了。哎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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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要不这样吧，这几个孩子也没吃饭，你是不是也饿了？我干脆我回去啊，弄点吃的给你们送过来。也行啊。对了，那个老卢跟芳芳还没吃呢，特别是芳芳，你跟他熬点热的粥啊。行行行，我弄好了，一起给你们送过来啊。路上小心啊。妈，芳芳阿姨怎么样啊？没什么大碍，休息休息就恢复了。怎么样，你就是没事了吧？放心了吧，阿姨好着呢。阿姨，我妈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啊，没什么事儿，过段时间就好了，你放心吧啊。来，芦苇，坐，你们也坐。哎，爸，嗯，你让我看着，这得看到什么时候啊？让你看着就好好看着就行了。等它开锅以后啊，把那沫子撇出来就行了。啊，好，您开锅了。开了吗？啊，开了。哎呀，你看，你都笨死了，你看。你这沫子，这勺子往里这么一怼，这血水沫子全都进到骨头里去了。你这就是平时不干活，懒的，把活都让你姐干了，什么都不会。我平时干活就是没接触过这类业务嘛。哦，那好，这回你接触接触啊，你看着啊。啊。这勺呢，贴在面上，这样轻轻的这么一撇。啊。看到吧？啊。血水呀，沫子就都出来了。哎，这么简单，一学就会，是吗？啊，那你来试试。这样对吧？哎，对对对对对，可我儿子这不挺聪明的吗？就是不干。我干活，平时哇，有的。哎，哇，爸爸来了。哎，饭好了吗？我帮您一块送过去。我这排骨粥马上就好啊。哎呦，行行，你这。哦，这是我妈让我带过来的，说这个阿姨这个时候吃红糖煮鸡蛋是最好的。哦，对对对对对。那你也不能让芳芳阿姨吃生的吧？我拿回去。行行行行行，完了，放在这儿，等会儿姑父啊把它给煮出来。啊，行，那我那个能干点啥？切个菜什么的都行。什么你能干的？你这站旁边。哎，爸，你让他扇火吧，人多打把手快嘛，是吧？可以，我生火来。你扇火扇火。好好好好好好好。扇着啊！哎，开了以后一撇沫子，哎，把这个粥一放就好了。啊，好，嗯。等会儿呢，邻着阿姨啊，他们做的疙瘩汤送过来。哦，我把那一块堆东西啊，全都送到医院去。嗯，好。你们这大小伙子去也不方便啊。哦，那就不去了。哎，好，你们弄着啊。哎哎哎，爸，你放心。哎呀，用点劲儿扇，使点劲儿扇行不行？跑累了呀。
我跟你说，我姐和芦苇姐可没吃晚饭呢，还啊！我肾，我我觉得芦苇挺想要个弟弟妹妹的。我觉得她不想要弟弟妹妹。怎么会不想啊？一个人多好呀，好吃的好喝的都紧着一个人，衣食无忧的，啊，多好啊！我孤单呐。行了，我认为不孤单。你。说什么呢？哎，爸，没什么玩意儿，没人争，没人抢的。我说这排骨，这没有什么子。孩子们，你们也辛苦了，要不你们先回去吧。妈，芦苇这个时候最需要我们陪。对，阿姨，没事儿，反正我们也吃饱了，我们就待会儿吧。是啊，阿姨，您都辛苦好半天了，要不您先回去休息一下，这儿我们来守着。对啊，妈，明天你还得去学校呢。不行，芦苇妈情绪不好，我也想多陪陪她。那我们一起在这儿陪。老婆。我先进去。陈老师，芳芳还没缓过来。我知道了。要不你去找他聊聊，你说话没准他能听。哎，行，我待会儿就陪他说说话，您放心吧啊。去配药吧。都不吃，真的想关心你的人为你担心吗？不哭了，不哭了。芳芳啊，我们俩从小姑娘到为人妻母，我们俩虽然成长的背景不一样，但是能走在一起，成为好朋友、好姐妹，你的心情我都能理解。我年轻的时候，我特别爱较劲儿，唉，任性。你总是劝我，让我放宽心，该走的走，该来的来，千万不要较劲儿，一切顺其自然。在你的鼓励下，我自己的努力，我才考上了师专，认识了小敏爸。人啊，来来去去。